子是每个人外出的必需品，但要如何找到既舒服又有质量的鞋履呢？好的产品会说话，荣获多项奖项的 XES 鞋履品牌，通过不断的努力和改进，致力为消费者提供最合适的鞋履。我本身是做鞋子做了大概27年，就从以前销售啊、学徒啊，甚至开工厂制造，然后再自己开门市店了。公司成立于2002年啊，我们第一家店也是在2002年开，然后整个用了21年，就今年年尾我们估计就会有140家店。最好比不上最适合，适合里面的定义就是说，它要消费得起啊。它也是在它消费能力范围里面。XES 一路来追求的就是，新的产品一定要比旧的产品好。目前来讲是这个网络的年代哈，我们也是靠这个大数据来完善我们目前的产品开发，我们目前的产品的思路哦，因为我们有所有的销售资料在手，数据在手，然后就把它集合起来，然后做分析，然后我们大概从里面我们就可以知道目前什么颜色是最受欢迎啊，款式种类啊，还有码数，这些资料来方便我们下来再开发一些爆品啊。好，网购里面本身也分成几个部分哈，网购目前来讲有的是在这个所谓的 marketplace， 就是 Shopee、Lazada， 还有自己的网站和自己的 APP 啊。直播我们是在这个 TikTok 做直播，我们也有去参与，就是我们要在2025年把门市的数量开到去180家，以便能服务到马来西亚每个角落的消费者啊，希望说能在马来西亚股票行2027年的范围里面能上市。目前我们已经是在印尼和泰国了，然后希望说在整个东南亚在寻找这机会，希望说其他东南亚国家也会有我的品牌，慢慢一步一步来吧，希望一切早日成功。市场上的鞋履品牌多如繁星，但要找到好看、舒适、耐穿的鞋履并不容易。羽翼丰满的 XES 凭借雄厚的实力日益壮大，开创专属的鞋履江山。